嗰時咧，我睇完中醫咧，就會向右行揾食嘅。今日咧就新目標啦，就嚟到呢度。有冇張相㗎？好啦，上去揾食。喺另外一邊咧有幾個 lift 上嘅，不過會等好耐，咁我就一般選擇行樓梯啦。平時咧只會晚上嚟㗎啦，我個位啊，咁咧就今日特登嚟，有個目標就係。是我同事推薦的缽仔飯啊，一樣有免費湯和 salad bar 的。Bon appétit。